阿母讲话已经足客气、足好听的啦。你莫搁伫遮食人狗，我甲你讲，有我伫遮，家门绝对无可能签名未妥的，互你家己提走的。阿母，恁家松鼠爱耍，爱另外找一个所在登记啊。你阿家咧祖先吼，找一个好的风水，唔只你唔只子孙。我哦是特别，啊来甲家门报好康的啦。你免点么计好水啦。我是支配财产监护人，我应该替你做上好的安排。我是怕讲对你有啥物不利，做这么无天良的代志，你拢唔惊有报应啊？他是讲你唔爱配合，安尼我就法院公务，甲你抓起来。我是正当的生理人，我敢有犯罪？啊！你即摆按算要甲所有罪名，何振和员工来打信，这个说明会啊，查起该败啦，一定会受到报应啦。啊！不过我真系足生气的啦，啊！想着明明啊，我要的。他们登报你道歉，伊绝对凌过天作之合的汤头。这块地拿回去种树，我是要安怎工作开发的？迄块地决定权是伫加分的手头呢。亲像安妮这款过去遐尼娇的千金小姐，阿妈也变作是八代起负责任的好妈妈。你看江西真厉害呢，亲像家乡安尼浪子回头，起码是安妮迷途知返。一百上万手环。你讲哦，被我做给的，啊，给我婷婷加分，帮我设计很多次的婚纱，你看买，我今天把实力给我给姐，好不好？我真正是头一届哦，拄到这尼啊了解我，这尼啊支持我的查某人。你一定要靠势，到阮家较早是亲戚，一定硬要叫阮超单位，你安尼其他的人是要安怎啦？今天，你敢真正有代志无？只有我。才会当替天父做大事呀！你那些人袂计较啊，连这种话你也讲会出嘴，你真叫我袂！哎，天父，妈，妈，好啊，好啊，莫闹啊，这办公室咱就莫看啦。